你脸怎么了？没事。是不是曹磊干的？不是，小峰，我今天有点难受，你先回去啊。明明看到你烧东西。你为什么烧衣服？这表上面越没有血迹，就不应该在曹伟手上吗？啊？小峰啊。我的事儿你能别管吗？我告诉你，大卫，你别给我来这一套。你的事儿我不管，谁管？你能不能跟我说实话？朴怎么不走了？大卫，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先做人后做事儿。人要做不好，什么事儿都做不了。咱们之前吃过的苦还少吗？你告诉我，你这表为什么有血？你为什么要烧衣服？曹磊为什么要关机？他骂我，我不还口。他打我，我也没还手。你们俩有什么矛盾不能好好解决吗？不就是为了钱吗？他骑在我头上撒尿，他置我于死地，我要忍吗？他是浑人，你要跟他一样浑下去啊？你这样跟他有什么区别？你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你说什么？他死了，我失手把他杀了。你现在就去自首，马上！我不能去，去了我什么都完了。自首才能宽大处理，不能一错再错了。不是，小峰，你冷静，你听我说。咱们好不容易才混到现在，好不容易才过上好日子，我什么去我就什么都完了。你不说没人知道的，啊？你别说好吧，就当这事儿没有发生过。帮帮我好吗？你不要说，你不说什么事？你是不是疯了？你是不是疯了？我就问你，你杀人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什么叫杀人吗？你这一辈子都没了。你走。你给我走！我走！小峰，你别这样了，小峰！小峰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小峰，我求你了！没了，你还做这个事儿？你必须跟我自首，现在啊！听到没有？小峰，我求你了，别这样！你这样，谁照顾我父母？